嘿，大家好，相信大家在日常学习工作中肯定会遇到过手绘板压杆突然丢失或延迟， C 板空间莫名满了，寻找一样特定的纹理折腾很久才能在网上找到，这三个令我们崩溃的问题，那么今天就由我来替大家一一攻破。 OK, here we go。 这是我新买的手绘板，超大尺寸8192级杆压，这下我终于能画出殿堂级作品了。Are you fucking kidding me? 我们的手绘板有时候会出现压杆丢失、延迟等问题，大部分产生的原因是因为手绘板与微软的 Windows Link 产生冲突，可能是 Windows Link 的驱动，或者某次微软针对微软画笔的更新所致。我们的修复方法呢也很简单，就是让 Photoshop 避开系统设置的影响。我们在桌面上新建一个文本，命名为 PS User Configure， 打开文本写上 User System Stylus 空格零，复制它放到 C 盘 Users。你的用户名，记得开启显示隐藏项目 Update Roaming Adobe Adobe Photoshop CC 2019 Adobe Photoshop CC 2019 Settings。 大家不用担心记不住，我会在视频简介里写下出详细路径，这样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现在回到 Photoshop 中，会发现我们的画笔丝般顺滑，笔笔入神。这是我们与电脑之间的关系，当我们还沉浸在丝滑般的雕刻中。我们的 C 盘太娇惯了，有时莫名其妙它就没有空间了，想生一些垃圾文件，但又不知道从哪下手。现在我来向大家解析它是如何产生的，又怎么样去删除。我们在使用 Photoshop 的时候，经常会开着好几个窗口同时工作，有的窗口累积了大量的图存，这时候它就会在 C 盘里生成一个缓存大文件，有时候电脑突然死机断电，或者重新装别的版本的 Photoshop， 这个缓存文件可能就会生成在 C 盘，占用大量空间。又或者我们在使用玛雅时，开启实时渲染查看效果，有时候改个材质调整下模型，它就会突然死机并生成一个临时文件存在 C 盘。这两种情况我们需要到 C 盘 Users 里的用户名 Update Local Temper 将这些临时文件通通删除。在我们使用 ZBrush 3ds Max 时，软件默认会有自动保存功能，且正好在我们的 C 盘。一旦 ZBrush 3ds Max 模型面数过多，占用 C 盘空间巨大，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去 C 盘 Users Public Document ZBrush Date 2020 Quick Save， 这里的2020也可以指的是你的软件版本，删除这些文件，或者去 C 盘 Users 你的用户名 Document 3ds Max Onto Back 删除它们即可。来到了最后一个问题，相信大家用搜索引擎去找一张你想要的纹理时，一定会出现要不分辨率太低，要不有水印，要不贴图有缝需要再处理。这个步骤真的很天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可我们真的很想做一个 lazy boy。 接下来我来向大家介绍三个最好用且又免费的纹理网站。 No.1 texture.com 可能是目前最全的纹理网站了，分类完整，图像高质量，且支持无缝贴图，最近几年也更新了许多 PPR 材质。你可以注册一个账号，每天有15币可以免费下载一些 2K 类的纹理，你几乎可以在上面找到木纹、金属、布料等任何你能想到的纹理。 No.2 CC0 texture.com， 说真的，这个网站的作者 Nana Dams 良心到真是令人发指，网站的所有纹理无需注册，直接免费下载，分辨率更是到达惊人的 8K，
同时网站还拥有非常直观的展示效果，真正做到了活雷锋。如果你被作者的良心感动到，可以去 Patreon 平台赞助支持他。 Number3Polygon.com 这个网站也是近期艾丫发现并使用的网站，包含了纹理、模型、 HDR 贴图、笔刷等多种常用素材，种类丰富全面，并且支持 1K 到 8K 的分辨率，其中也有些免费素材供大家使用。网站的展示下载非常直观，这也是一个下载纹理资源非常好的选择。突然冒出的第一个小伙伴为艾丫充电加油，这位上头琴同学，鉴于你为人低调并没有设置头像，所以我为这位同学脑补出了形象， PS 中处理一下应该是这样。感谢大家的观看，如果你觉得有趣有用，记得分享给身边的小伙伴，让小伙伴们少走一些弯路。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